四场比赛打五支就可以破中华职棒的记录。这个球带到的是在右外野方向，右外野方向，这个球像是变了心的女朋友，回不来了。 Home run， 阳春全垒打，阳春面一碗。哇，林奕泉今年球季第八支的全垒打了，新农神拳林奕泉呢出拳呢。吴思佑，哇，这个左打连续最近两次打全垒打都是打左头啊，顺势一带哈，主要这个球的位置还是稍微偏高了一点，而且他平均六局多就要被打一支全垒打，那三支全垒打是林奕泉、钟成佑还有曾豪俊。主要你看偏高，你看他顺势一带，而且击球点稍微早了一点，那这个动头那个打的动作做得很好，当然也算是安打了。第一个球就出手了，左外野风向落地，再一支安打，97。一开始掉没掉啊？嗯，也能左能右哦，这个安打的落点，对，又是偏外角，还蛮低的了。而且你看他高抬腿起来哦。给安打是1993年的曾贵庄的78场，哇，猛打赏了林奕泉，左外野方向的安打。今天的打击简直像在赶进度一样，有40%的打击率了，哇！现在真的98支了，差2支，就是一个猛打赏的表现。那打击技巧太厉害了，因为这个球没有失头，外角偏低的，所以哦，他在跟球的过程哦，身体的重心保住了，没有转得太快。林奕泉这个球轰到的是在左外野 ，back to back home run， 林奕泉也是个人单场双响炮，本季个人第99支的安打，是一支全垒打。曾奕辰在今年前面30局只被打一支全垒打，哎，三外球。奕辰呢，今年前面30局只有被陈金峰打一支阳春炮而已。挥棒到最后那个加速度就碎了，天生好手。